第一個感覺就是青訓是很重要的，我們應該由小小開始培養這種力量去影響周圍的人。我明白到原來改變自己的孩子其實不是家長的責任，往往是學校裡面的一些老師啊、同學啊。呼籲一下年輕人應該是，其實不是珍惜你的愛人，即不是珍惜你的親人，應該珍惜你的外人，因為外人才是真正能夠改變到你的那個。希望這一齣電影出了之後，它可以影響到其他人做更多類似的工作。累是，但是很享受。即這一齣爭氣的電影呢，當然即它釋放很多正氣出來，但我覺得在裡面是講一種叫做不分你我的打氣，我想這個才是現在最需要的氣氛。